谁啊？我。进。哟，还挺严重啊。没事。不，要不你跟申总监说一声吧。哎，我都说没事了。要我看看。哎，啊。还没事呢，都成这样了。明天就是新闻发布会了，好歹有个熬过首场的演出。我再去跟公司讲。丁笑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你现在正在冒险，但这很值得。春慧，我们明天去王府井逛街，轻松一下吧。没时间了。明天是星期六啊。对啊，我要回公司。退休组合的事情已经确定了，他有的忙了。而且我也不放心把事情交给别人，还是试试经手自己比较好。也对的，你一向要求那么严格，很少人做事真正让你满意。我还记得那时候 Fly 刚出道也是那么忙碌，你小时候啊好想生病的，但是那阵子常常因为没时间好好吃饭落下胃病，到现在还常犯。都过去了，你要提这些干什么？见到你现在呼吸干净我就放心了。你知道吗，来中国之前啊你常常没精打采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夏磊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新人，要是再给我一年的时间，他肯定可以跳得比现在更加好。要是他继续努力不懈的话，要追上或者赶过 Fry 一定是有可能的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 Fry 一直都不相信我能够找到好的人选，我就是要证明给他看，这世界上的舞蹈天才不止他一个人。各位，今天我向大家隆重推出本公司的两位新人，她是韩国资深经理人申正慧小姐继 Fly 之后隆重推出一对新星，夏磊、丁笑。他们两位将和本公司其他几位艺人一起组成一个新的组合。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推出组合，
夏磊和丁笑是非常出色的新人，希望大家多多爱护和支持。另外，我们还接到一个消息，韩国巨星 Fly 将于近日光临本公司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以为你知道这件事呢。Fly 这样大明星，平时请都请不来。你这样做不合适。申总监，我知道你和 Fly 的关系，你们之间有很多微妙的东西，不是可以炒作一下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说。下了一个舞蹈视频，我给你看。走，你坐。丁笑，你的脚伤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？哪也不跟你说实话，我脚真的没事。你现在这样的伤，你不可以瞒着公司，也更不能欺骗自己啊。我没有欺骗公司啊，真的，你放心吧，我脚只要敷点药就没事了。对，已经给我打电话了。说你今天又打了一针封闭，你知道医生怎么跟我说的？他说你的韧带随时都可以断裂，到那时候你后悔你都来不及。丁笑，你放心，我们组合不会轻易解散的，我更不会单飞。李国军，孙子军，坐吧。丁笑，这次我来是要跟你说。公司已经决定了，下次有夏磊一个人上台，你的训练要暂时终止。为什么？我知道这一次亮相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可是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惜。我练舞练了那么多年，就为了等着上台的这一天，我干嘛要放弃？哎，你是答应过我的吗？这下你满意了？我不是夏磊告诉我的，是我自己发现的。其实你的拍档很爱护你，舞者是不能轻易带伤的，坚持带伤上台的话会毁了你的前途。当你有天重新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你会从心底感激他的。当年我参加比赛的时候也没那么紧张过，我培养了这么些年，
如果真的能参加奥运会，比什么都值。你当初选我女儿做你的徒弟，算是你有眼光哦。看准了，走。我们奥运集训队有人因伤退出，空出一个名额来。经过上级决定，再进行一次选拔赛。这次参赛的有湖北队的何娜、天津队的王珊珊、四川队的李岩，还有北京队的田默默。比赛现在开始。下面我宣布，这次奥运选拔赛获胜的是北京队的田默默。
愿把这个重要的时刻啊，好，欢迎教练，好啊，来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哎，夏冰夏，啊，好，好帅呀，哎，但是要兴奋一点，兴奋一点，好的。老夏，咱们走吧，孩子们叫咱们去呢。我不去了。嘿，你这个人真有意思，默默这么高兴的事儿，咱俩不去多不合适啊。都是年轻人在一块儿，咱们去了才不合适。你怕抹不开是不是？我有什么怕抹不开的？我是怕我去了碍眼。这有什么碍眼的？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。行了行了，你自己去吧。你不去啊，我也不去了。我去好一我们还好啊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时间对是吗？嗯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周末回来，你放心。拜拜。爸让你回去啊？嗯，时间对快要开始集训了，我下周一定要报到。这么快就回去，你还没有看夏琳演出呢。是，不过社员队的事情非常重要，我不能不去的。那你走了，只剩我一个人了。等你回韩国，我们不是又见面呢，有什么好难过？你说我难过呢，你看你自己都那么沮丧。118, 119, 120, 121, 122, 你怎么数的数？往出一百数到二十。也许啊，我是这世界上最希望奥运会来的人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呀？夏磊，嗯，你要有一天真的成为明星了，会不会戴个帽子，配副眼镜，再穿上红红的衣服？我干嘛要那样啊？像个熊猫似的。人家明星都那样。要是我们组合真的成名的话，我也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星。好，那我就等着瞧了。好，等着瞧吧。哎呀。这些照片才让我想起原来我来了中国那么久，想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更让我舍不得。舍不得就别走啊，继续留下。
你知道不可能的。那你跟夏磊、阿波他们告别了吗？还没，我明天会打给他们的。那明天早上我送你去吧。好。不错，非常好，参加奥运会没问题。怎么不说话啊？说不出来了。哎，你真的要走了？嗯，圣人队的事情不能再耽误了，我明天早上一定要回韩国。哎，那你的飞机票都买了吗？买了，不用担心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嗯，明年奥运会吧。那么快就走？夏磊啊，我觉得不能看你的首演特别可惜。没关系，我们的演出啊有可能有录像，到时候我把光碟寄给你。真的吗？嗯，那太好了，我等着看你演出的样子，你一定要加油啊。嗯，我会的。嗯，阿布，夏磊。什么？你说吧。我在中国这段时间，你们的照顾，我非常感谢。不用谢了，倒是你呀，这么快就回去了。这个送给你的。送给我的。嗯。谢谢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倒该回去了，行李还没有整理好，拜拜。明天还要坐飞机呢，早点睡吧。真慧啊，嗯，你记得小时候你常常说我呆吗？是啊，一个女孩子天天跟着爸学射箭，年纪不大又那么沉稳，不崇拜明星就不喜欢动漫，甚至啊连个男朋友都没有。是啊，我以前确实是满脑子都是射箭，但是在中国这段时间啊，我认识了阿波、夏雷、田默默，跟他们交往，我感到很多东西都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。爸常说，生活其实是很丰富多彩，原来真的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终于明白放下的意思了。放下？嗯，放下是禅的一种说法。
我射箭之所以不能够有所提高，欠缺了就是放下。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得到，但是至少我能体会到放下的含义。珍妮啊，我想你很快就会成为韩国射箭第一了。慢慢来吧，路啊还有很长很长。那如果你有机会还会再来中国吗？当然啦，到时候啊我一定是最顶尖的箭手，我也要成为最顶尖的总监。你不是一早就是吗？哈，你什么时候学会那么嘴甜的？珍妮她给我的照片呢，后面有留言的。我相信人和人的相遇都是机缘，我们相识以来的一切都像照片一样清晰印在我心中，即使时光流失，这份回忆都是美好，永不会忘记。感谢你这段日子的关心和爱护，期待再见的那一天。申真一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些意思吗？他就说很感激你，他说很珍惜这段相处的日子，没什么了。你觉得他对我有没有哪一种啊？这我也期待再见的哪一天，他肯定对我恋恋不舍的，他一定想再见到我，对吗？也许吧。什么也许啊，肯定是这样的。走，该出发了。我不去了。啊？你不去了？你怎么能不去呢？今天是夏磊第一次演出，你去了，他一定特高兴。年轻人蹦蹦跳跳的，我看着眼晕。不晕不晕，老妈都去呢，你俩正好搭个伴。老夏，走吧。干什么去？什么叫干什么去呀？快收拾收拾，咱们一块走。去哪儿啊？你装什么傻呀？今天是小磊的第一次演出啊。都说好了我不去了。你可别不识好歹啊，我跟默默特意在家等你的。行了行了，要去你们去，我真的不去。就没见过你这么老顽固。不管你了，默默咱们走。哎妈，走吧走吧走，不管他了。来来，师傅。
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感谢到场所有的人。成为艺人这条路，我走的并不是一帆风顺。如果没有老爸、我朋友的支持，没有申总监的培养，我走不到今天。在这里，我谢谢我的老爸默默，还有我的死党阿波，还有申总监，谢谢。另外，我的搭档听笑，因为脚伤没有上台演出。现在，让我们把他请上台。来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一定成的。我跟你加油。我肯定行。万一没有万一啊，我相信你，只要你坚持自己的梦想，肯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的。幸福在转角等候，七色的彩虹点燃心中悸动，闪耀的梦照亮你和我，化成幸福的彩虹。夏磊一定能行的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。真没把握啊，你跳那么好，他们凭什么不用你？我没有你那么好的条件，但我热爱舞蹈，他是我的梦想。你放心，早晚有一天我能超越他。对，一定会超越他的，继续努力啊。是不是害怕了？当然不怕，我正想有一天跟他一比高下呢。要有机会啊，我还想跟他再比，到时啊，我就一定赢了。
怕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打败的对手来的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较量的机会。蔚蓝的天空有幸福的彩虹，是属于你和我编织的梦，轻轻乘着风，甜蜜的遨游，青春的梦想手中紧握。把所有烦恼都踩在脚下，踩在脚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虽然有很好的天赋，但是后天也要加倍努力，千万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坚持最初的梦，幸福在转角等候，七色的彩虹点燃心中悸动，想要的梦照亮你和我，化成幸福的彩虹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就算别人都觉得你不行，但是我不会放弃。只要坚持，奇迹一定会发生的。我可以，你也一样可以的。不光是设计，凡是人都有这个过程。你要想玩那容易，可是你要达到一定的境界，就必须要走一段艰难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得去的。只有少数人才能咬牙扛过去，只要扛过去，你就能海阔天空，就能傲视群雄。这种人就是英雄，就是强者。长期抗战，
选择，先回答未必傻，就凭直觉不用先问答。